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，我们继续讲解啊常见的棋形有关单关角的破空的一些手段。在上期中我们讲到了无忧角啊，那么这期我们来看看这个单关角啊，单关手角也是在实战中常见的啊。当然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单关角呢，黑棋不会急于进来，肯定呢黑棋这个会从这个方向啊，因为它这个方向是漏着风的啊，先过来啊，或者说是先走一个，以后就直接过来或者拆二都是可以的啊。所以一般来说呢，肯定是啊这个单关角这个白棋啊先把它守住，黑棋呢才来这个里面呢施展手段啊，也可能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也有可能是这样啊，这样的比较正常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呢以后还有可能打入啊，那么在另外的时候呢再来讲这个。那么一般是这个样子啊。这边呢可能大致上也会有些白子啊，也会有些白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，这个就是说有可能是比如说他走这样你守住了啊，你要没有的话呢有可能我不破你呢也行，就老老实实拆也行，这个倒是说不准啊，这个倒是说不准什么形状啊，我们还是以这样的形状呢为一个基础的棋形吧。那么破这个单关角呢主要是呢两种下法啊，这两种下法像大家呢肯定都知道啊。那么我们来先来看第一种点啊，这个点呢现在黑棋啊白棋啊这个明显呢是有三种应法是吧，三种应法。这个第一种呢粘啊，这个是最通俗易懂的啊，最明白的。这样的变化呢就比较简单啊，不过粘的话呢黑棋的意图呢白棋的意图也是比较明显的啊，就是在这个角上呢损失一点实地，那肯定是注重什么这个方向的发展啊，这个方向的发展。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棋形啊，白棋呢选择这样是可以的啊，是正常的啊，就是说扩张这边。但如果这边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比如说跳啊或者是这样，这个发展有限呢，那选择这个呢肯定就是说是有问题的啊，有问题的。白棋可能至少来说啊也得是这个样子是吧，在这里呢有发展它才会去粘。那么白棋粘了以后这个变化呢也就是非常的这个简单啊，非常的简单明了。那么黑棋呢肯定呢就爬啊，就爬啊，要求做活，要求做活。白棋呢在不管是在这立啊还是在这搬粘啊，这个意思呢都差不多。那么这个黑棋做活呢是非常的容易了，这个一飞啊，你这个即使尖顶呢它也可以藏啊，它也可以藏，你搬了它就冲啊，这个是这样来说呢黑棋活得是比较的舒服啊，舒服。白棋肯定不肯啊，至少黑棋来说可以谈得上是个进火啊，进火。这个白棋呢肯定不肯，那么白棋要走呢肯定是拐住啊，拐住。这个变化基本上大家都会。接下来黑棋啊继续走也可以，暂时呢不走也行，就当做交换两下先手便宜啊，以后脚上留有这个打劫活。直接走呢也行，就直接走就搬虎啊，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。那么呢白棋呢就打吃啊，一般来说这个白棋打吃啊要小心啊，要小心。我们刚才说了肯定是这里有点配合是吧，那么白棋打吃看上去啊，我们俗称是白棋打劫杀黑棋啊，劫杀黑棋是吧，
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棋呢，白棋也很重啊，甚至于来说呢，白棋比黑棋啊还要重一点啊，因为这个你好像劫杀了它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当初啊本来就是白棋的势力范围啊，甚至来说就是白棋的控，所以而被黑棋提过来的话呢，这里也没什么东西了，这个所以说这个打劫开劫呢，这个要看这个时机啊，要看劫财。那么很简单，这个变化呢就是粘上啊，黑棋留有爬角打劫活的变化啊，白棋粘呢也是为了更侧重外面。那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呢，就是挡在里面啊，挡里面。这个其实呢，这个意图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明显啊，非常的明显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个意图是守住脚上的实地啊，就是这外面不太重要，守住脚上实地。那么黑棋这么交换一下以后啊，其实呢也是有收获的啊，也是有收获的。首先呢，第一，由于这个地方呢有了个交换，黑棋在外面这个这一带呢会多了一些借用啊，比如说在这一带走一走啊，这个有些这个先手的味道啊，哪怕就是以后就算这样拆过来的话呢，这里面啊这个也有很多的余味啊，就在这边已经有一些借用啊，这一带的就是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说呢，黑棋在这边有了这两个交换，会产生一些比较厉害的这个后续手段啊。当然，前提是，比如说我这里逼住了，有个子是吧？你我先点这个，再走这个也行，因为你白棋接下来也没什么棋好补，是不是？你不管你补哪，这个我这个交换呢也没什么损的啊。但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有这个子呢？这个接下来呢，这个黑棋啊就有一些这个严厉的后续手段啊，比如说首先这个是跳啊，跳了以后呢，这个你压，那么我就一顶了搬回去啊，这个就是说当目数上呢肯定是收获呢很不小啊，不小。那么你如果冲呢，那么我就顶一顶，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类似的变化啊，你现在可以搬这边再跳一跳啊，这个交换也是起到了作用啊，本来要这样它应该是这样啊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呢，这以后多出来这个走到这个顶的话呢，就会多出来这个打啊，而你打拔呢，这个本身是不好的，是吧？本身是不好的，这个肯定是亏的。而我这两个呢，也还好，还好，基本上是没什么亏损，没什么亏损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变化啊，一个很变化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这个你即使走在这啊。这时候你别冲动，别去跑啊！这个爬呢，暂时是没有棋啊，即使有那个子，你飞呢，它就挡住或者压住都行啊，甚至于顶住都行。这个有一些勉强吧，勉强啊，你还可能只能靠这个打劫去做活，但是这个总之而言是件比较辛苦的事情啊，辛苦的事情。还有一个比较严厉的破控手法呢，那么就是靠这个，这个时候就厉害了啊。特别是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啊，这个靠呢就变得比较厉害了。如果说没有这个两个交换的话，靠这个呢，白棋啊还有比较简单的防守手段，他就兼这个。你藏这个当然是无趣吧，那么我就度过啊，你拐我就粘上啊，这个是没什么意思。而你立下来呢，我就唬住啊，唬住你再拐呢，我就牢牢粘住啊。这个在前面的变化中呢，我们也提到啊，这么掏呢
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。你如果胆识先手，你爬呢我就懂啊。那么现在，哎，加上这两步，这就不一样了啊，不一样。你现在点它当然是张三是吧？那等于就是现在点了它挡了这个，还是手从这样的话呢？就是说，被黑棋这一爬啊，那这个和刚才那个相比啊，这个目数啊，就实在是差的太多，差太多。但你不张，你说你直接打，但是呢，这个没张着被人家打，这个几乎就是说是个先手打，这个情况后保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地方还得走一手啊，还得走一手。这个呢，肯定就是说呢是，哎，白棋啊，不太满意啊，不太满意啊。那么所以这一靠呢还是比较严厉啊，不能小尖。那么如果搬这个呢，这时候呢黑棋可以搬啊。如果只是长被它粘上不太好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搬。这个是个厉害的手段啊，你打这个就还原了是吧？还原的，但你打这个呢，现在不成立。那么黑棋就长啊，就长。你必须打下去啊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黑棋冲出来啊，这个几乎呢就快把白棋给冲裂了啊。虽然说啊，你这地方收获啊。吃了这个子有一定的收获，但是呢好像怎么也比不上啊这个被挺出来的损失啊。这个挺出来，你这个吃这个子有可能还没活，还是孤棋啊，这个地方呢也要下来了。这样的话呢应该来说完全是黑棋啊，完全呢就是说是黑棋可战啊。这个等于说你搬上面的话，黑棋啊，我就是说走底下连搬啊，也是有利的下法啊，也是这个字它能起到呢一定的这个作战的作用啊。那么你最强的如果走底下搬，这个黑棋也不怕啊，好像不能退，这个样被它搬回去了没意思，那么黑棋就往里藏啊，就往里藏。这个白棋呢，也拿黑棋没办法。单长的话呢，这个棋呢，黑棋就拐，就拐啊。你呢，这个只能粘，不粘的话，这个打拔，这个活的就比较大了啊。这个还有可能加一下再一扳粘啊，这里还要冲断，这个就活得太大太舒服。白棋这个外面还谈不上这个厚，还谈不上这个厚。那么你不肯让我拔这个，那么就只有粘上，是不是？只有粘上，粘上呢，那么有了这个点的交换以后，这里就很轻松的呢，就可以从这里跳出来，跳出来啊！你这个冲断了，被我一冲。那么这样呢，破了空还把白棋给断开了，这个肯定也是白棋啊，不好啊，这个不好。那么我推的时候你多爬一下也没用啊，多爬一下，但我有可能搬，但我就算呢，强硬的给你粘上，这个你呢也是不行啊，这个，它长呢，这个随便跳哪个都出来了啊，跳这个都行啊，这个呢还是跳出来了。和上图的变化呢，大同呢小异啊，大同小异。这个，我这个没便宜到，但我以后有可能小尖呢，那你粘上从这边便宜到啊。可见白棋手脚手实地是可以，但是呢如果是被逼住以后，白棋啊也要小心这个黑棋撞的这个严厉性啊。反过来作为黑棋来说呢，这个靠啊也是非常的厉害啊，非常厉害。
那么点了以后啊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局部的这个一些的变化啊。但白棋呢还有一种下法啊，我们呢来看一下啊。白棋还有一种是挡在外面，是吧？但挡在外面呢，这个就一般来说啊不好啊。我们还是给他推荐取外面啊，取实地。挡这个为什么不好呢？当然黑棋可以暂时不走，那么黑棋交换一下，你现在不能走这个了啊，走这个就不如单走这个。那也有的说是这样，那么走成这样以后啊，黑棋可以暂时不走，因为白棋以后呢留下的这个借用啊实在太多啊。当然不说里面出棋，就是外面这里点、这里拆、这里等等，全都是先手，是吧？那么同时呢，这个里面这个黑棋这个冲断也是让这个白棋头疼的，白棋只有走，然后里面再一弯，这个杀的就太累了啊！你要强杀只能走这个。那么这里呢还有种种余味，黑棋先在这边一点，这个即使杀着了啊，也是不便宜啊，不便宜。而黑棋来动这些手段的时候，他时机成熟的来的时候呢，你就更加吃亏。如果他时机不成熟啊，就是说呢他暂时不动，你最多也就是这样呢补一手，这个呢意义不大。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，不给大家推荐这个挡力的下法啊，所以或许大家也见过，但是这个呢不太好。你还是取外势就粘上，是吧？取实地就挡住，就这两种啊，给大家推荐一下。好，面对这个角还有一种下法啊，我们前面说了，就是不光是这个以外，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靠，靠这个呢来破空的下法啊，破空下法。这个与其说破空呢或者说不如说是这个适应手啊，可能是更贴切一点啊，更贴切一点。那么我们下面来看这个白棋最朴实的这个应法，白棋就是虎柱啊，虎柱。这个是最简明也是通俗易懂的啊。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在取角上的实地啊，取角上的实地啊。那么黑棋在这有两种下法，其实呢只有一种或许大家印象中有斑打吃，是吧？下法，然后呢黑棋呢角上虽然这个让白棋走结实，但是外面呢也有所得啊。不管外面是我自己的子啊，这样我就算飞一飞啊，这个官子也是有便宜，或者是你的子，那我就拆一拆，对我做活呢也有帮助啊，也有帮助。这个呢黑棋呢虽然脚上损了一点点，但是外面呢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啊，这个也是黑棋靠一下适应手的目的。也许大家记得呢还有个家啊，有个家。但这两种下法在这呢还是推荐加的下法啊，不要呢去搬这个。搬这个呢，因为如果外面比较大的情况下，它可能不吃你这个脚上，它就藏这个啊，藏这个。你会要活这个脚啊，就活得比较小了啊，比较小，不太可能。而总成这样呢，对它一吃你这个搬呢，对它这边又是后手，能不能活出来呢还没有必要。所以说呢这个棋呢这个黑棋啊还是选择加比较好。其实啊你加的时候呢白棋也会打这个。那你呢就还原了啊，能还原的话呢就没必要给他退的可能性。那么白棋如果立的话呢曾经也有，但是呢后来仔细一想还是不便宜啊，不便宜。因为力的话呢被黑棋呢藏一下，是吧？这个藏那就变成先手了。现在就是说作为白棋来说呢，立一个啊和打一个呢，立一个目数稍微好一点点啊，好一点点，是吧？和这样相比呢好一些。
但是反过来作为黑棋来说呢，就是说它这个子在二路好呢还是在上面好，是吧？就是上面一个子还是二路一个子，这两个子哪个子位置好啊，这个呢倒是很难说，很难说。不过也许经过这个很多啊这个实战的这个考验，大家一般来说觉得呢还是走在上面这个似乎呢效率呢更好一点，就这个比放在底下总是还是这个效率啊要高一些，要高一些啊。这个是黑棋，就是说比如说这样啊，那我就猜一个啊左活啊，如果即使是我的子呢，那我这个子啊这个补在这啊补在这等等，这个呢可能还也有可能啊，这个比这个呢还比这个下面还要强一点，因为下面毕竟完全还是没有守住啊。当然这个倒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啊，反正呢不管怎么说啊，白棋如果虎这个的话呢，那么黑棋加呢就是说呢肯定是比较好的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啊，就是说白棋去取D啊，但是这边呢肯定是有损失啊，损失。这是白棋最通俗易懂的这个应法啊。当然白棋呢还有一种应法，它就是我刚才呢照顾外面。他就是觉得这边这边这个比较大啊，比较大。甚至来说如果是这个样子，那这里就更加重要。白棋呢还有一种应法呢，就是说应在外面。这个也是黑棋呢要小心的啊，小心的。这个样子呢还行，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这个好像靠一下去破人家空试下硬手啊，但这个呢就有可能呢吃亏了。因为白棋啊它由于这边太这个间隔很宽，那它肯定呢会照顾这个外面啊。那么照顾外面应该怎么走呢？首先啊这个力并不好，对，这个力并不好啊。力的话呢黑棋肯定长，是吧？那么如果你再粘呢，这样前面我们讲被他活的呢太舒服太舒服。而挡这个我们刚说了啊，这不太好，这个黑棋在这边这个借用太多啊，以后这边呢也还有些这个棋，所以这个力呢不太好，力不太好。这个反正一打入这个地方总是味道太坏了，补一下呢也没什么了不起。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啊，如果说这边比较重要，那么呢这个守空的方法呢是小尖，这个小尖是好棋。甚至于来说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下个定论，就是如果是这种间隔啊，这个就是说黑棋可能亏了叫什么啊，因为有了这个以后啊，你这个打入都不见得成立的，他可能要杀你。而没这个子弹呢，这个相去甚远啊，没有这个子的话，你就是说这一靠啊把这边的损了。但这个样子呢就不好说。一个你的间隔本来就比较窄，同时呢黑棋以后还有这边打入的味道啊，这就难说。那么这个里面啊，我们还是来只回头看看里面是什么变化啊。那么黑棋接下来如果长不好啊，这个长不好，那现在白棋就可以虎了。注意啊，这个和不一样了，和刚才就啊，这个刚才是搬粘，现在直接虎了。你再搬呢，这样你再飞的话，这个它就算啊不说尖顶杀你，就算这样你也这个是无法进火。既然黑棋这样长呢不太好啊，那么面对白棋小尖，黑棋的正确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当这个白棋小尖的时候呢，黑棋的正确应对方法呢是挤这个啊，这个挤这个。白棋如果吃啊，那么黑棋倒简单，就打吃就行。白棋提的话呢，那么黑棋就藏出来啊，这个黑棋白棋缩到里面去了不好啊。
那么白棋粘上的话呢，黑棋就粘，然后叫吃，再一爬啊，这个或者是一飞，这样呢，由于先手打吃到这啊，他没有搬到这里啊，这样的黑棋活的呢是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啊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打吃啊，这个是黑棋不怕啊，黑棋不怕。白棋这个粘呢，黑棋也不用担心啊。那么黑棋就虎打劫，当然是黑棋没什么关系。但是白棋不打劫，想尽杀黑棋呢，也不太可能啊，也不太可能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要走这个。这样呢，由于自身呢，这以后黑棋这个冲断是这个先手，那么这个被断一下的话呢，这个白棋要杀黑棋啊不太容易，或者黑棋或者说先啊试一试你要再来强行杀的话啊，那这样一断呢，自身呢由于这个毛病太多不够厚啊。也没有办法呢来杀这个黑棋啊，这个下法呢白棋呢也还是有点过分啊，有点过分。那么所以当这个黑棋挤这个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白棋啊基本上正确的招法呢还是粘在这啊，还是注重这个外围，他本来就是注重外围嘛，啊，那么就还是粘在这里。那么有了这个呢，就交换了。虽然外面吃了一点亏啊，被白棋走了厚了一点点，但是作为这个里面呢，就以后白棋搬了就不能再直接搬到这了，是吧？这里就有个起到一个打吃的效果啊，起到一个打吃效果。然后呢，黑棋在小尖这个，小尖这个，这样啊就可以。白棋现在打吃就不行了啊！现在打吃的话，那么提掉啊，提掉，黑棋呢再飞过去啊，再飞过去。这样的结果呢，这个由于这里有利，黑棋做活呢是比较轻松啊，轻松。那么这样尖的时候呢，大概白棋会靠住啊，靠住。黑棋呢，以后呢？形成一个打劫啊，但是现在来说呢，白棋不会着急去开啊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劫被拔了的话，自己损失也很重啊。而这个挖粘呢，暂时这个也不要走，也不要走。这个就是说，这样呢，打劫的话，一旦打输了，这个都变成损了；打赢了也便不便宜还不知道，所以说呢，也不要走。所以这样呢，双方告一段落啊，这个暂时呢就都不走，这个是双方局部来说正常的应对啊。也就是说，当黑棋靠这个的时候，白棋啊也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角上的实地呢，你就虎一个啊，大致形成呢这样啊或者这样的变化啊，这个是白棋取实地的下法。那么如果你觉得外围重要啊，这个就是当然要注意外围这个配合啊，如果配合比较好的话呢，那么白棋小尖一个呢也是这个局部不错的这个应法啊，不错的应法。白棋立的这个下法呢，我们还是不管是黑棋点还是黑棋靠都呢不予推荐。这个下法呢，反正是以后黑棋可施展手段的地方实在呢是太多了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